我们今年2019年我们的最喜气的中国新年。那今天大家看到都是穿红色的衣服，有没有？今年都是最喜气、最喜气洋洋的中国新年了。每一年之前我们都是12月份，我们也很感谢我们 Steinway 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能够呢让我们的孩子们、跟我们老师们、家长们能够有机会到我们的 Steinway 音乐厅跟音乐来参与我们的音乐会。好，非常的感恩。尤其呢，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个我们 Steinway 的经理，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张瑜张小姐来为我们来给大家致辞新年的致辞，好吧？好了。大家新年好，我是Steinway张瑜哈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 Victoria Lean 的这个音乐会。我呢也不多说了，就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我们这个美丽的钢琴、美丽的音乐厅，然后呢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音乐会，好吧？祝大家2019年新春快乐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过来颁奖哈，然后呢，颁完奖之后，不是颁奖，颁发那个演出的证书。对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会在外面有一个小型的香槟酒庆祝会，我们大家举杯同庆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啊，谢谢谢谢我们的张宇，谢谢谢谢。客气。今年小猪年，我们也会送他一只小猪。好，那接着下来哈。OK， 好，接着了，我们呢很感恩，我们今年的音乐会是办在1月份。去年都是12月份，前年是在9月份还是10月份？我想呢，每一年都有一些不同的，今年呢会有一个新鲜感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喜气的一些演唱，还有我们今年呢孩子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音乐会的一些内容，我增加了很多的四手联弹，让孩子们在学习的音乐上面有更开心、跟老师的互动、跟大家沟通互动的机会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今天呢开始第一个节目是我们的爱丽丝啊，我们的爱丽丝啊，是爱丽丝小朋友她来给我们带来的曲目哈。好，那请爱丽丝准备哈，那。Thank you.
常棒哈。接下来我跟爱丽丝我们要弹一首是迪士尼的一个作品啊，是 God Help Outcast， 是一首非常非常动听的作品。
机啊，现在有目共睹。第二首作品是我们给他的是蓝色的多瑙河，理查史老斯特老师的作品哈，两个乐章哈。Thank you.
掌声哈！让大家有更多的关心我们Lisa的成绩。
好，跟大家好。其实李闪也有很多的开心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祝福大家今年新年快乐。好，来李闪来。李闪为我们第一首带来的作品是《结婚进行曲》。Thank you.
所以呢，他只能用这个三个手指头在弹。那 Lisa 的其实他的眼睛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想小朋友都不晓得说，其实要弹双音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的。那我们 practice 很久啊、哦，好，那谢谢我们的 Lisa 哈、哦、，Lisa 谢谢你。其实不紧张啊，人家都上台了，紧张，都上这个舞台哈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去年要妈妈，今年要老师。好，来，请坐。好，请上来。好，来，请坐。自己好玩的。好，自己听一下啊。这个方法。好，来，我们弹一下我们刚刚姐姐弹的那首给爱丽丝，好吧？你喜悦都拿好，可以吗？那脚踩一下吗？好，可是要坐紧一点，更紧。其实好，今年进步的也很多哈。等一下看他的其他的作品，好，来坐直啊。跟镜头 say hi。孩子在看我啊。这个都会成为历史记录的哟。好，叫妈妈。好，看好了。妈妈，好来，好来，看一下。我的天哪！来，给他掌声。你们一直说，那我们先谈什么？哆咪发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谈哆咪发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要先让大家听到难一点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那好吧，难，很可怕。OK， 那我也觉得很可怕。这样很难看的。
Thank you.
唱的这首 Over the Rainbow 吗？嗯，非常好哈。那好的，我们也谢谢我们的 Olympia 哈，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Over the Rainbow。小朋友的紧张是正常的，大人都紧张了，还小朋友呢，对不对啊？是啊，磨练很重要。接着下来呢，好的，好，接下来我们也请那个 Olympia 也再去换一套小衣服了吧？啊，好的，他有准备比较多的衣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 Nina， 好 ，Nina 又为我们带来，带来两首作品，一首是德弗扎克的幽默曲，以及跟老师合弹的修改的舞曲，布拉姆斯的作品。
不容易了啊，大家觉得弹钢琴也是需要操练的哈。接着呢，我们 Lisa 还有一首康康舞给你，首生日快乐，所以呢我们请 Lisa 也为我们弹。好， Lisa 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康康舞的作品啊，好，来跟生日快乐歌，生日快乐歌。Thank you.
了，你不要相信我。我再给他一个掌声，都是自己家人嘛。好，接下来你想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，好，老师你的白猫之前他带比较配的，哦，我这一点给他带了三点零吧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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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主啊，因为 Lisa 其实今年呢非常的认真啊，而且呢其实有很多的作品他都练得很好。真的是今天特别的紧张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院长你不是上台王吗？哦，好好，所以呢不要紧张哈，我们来听一下，我们接下来我有一个作品是 Lisa You should dance, you should go to bed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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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you
下拿掉哈。你想要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呢，一起合唱。好，有的小朋友可不可以帮我一下拿麦克风，帮老师一下哈？那边好，帮老师拿这个。好 ，Lisa， 我们带来一首《You Got a Friend》。Thank you.
跟孩子一起的演唱啊，来，好，有小道具吗？看，虽然我们的音乐会大家还是很丰富，有没有发现？我们不是都一直弹钢琴，又没什么的哈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女儿跟妈妈两个表情是一样的。Let's dance， OK， 好。
小黎为我们带来的是舒伯特的作品《阿维玛丽》。
康州哈，我去年小林有来了啊，他的表演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年呢，我一直说我们需要很多的不同的 different song. Schubert to her is very hard, but she sings very well. You know that? It's hard. I said, why you pick up the Ave Maria Schubert and not the Kuhn? 好，大家喜欢他的作品哈。最后呢？好，最后呢曲目呢，来所有的小朋友跟大人一起上舞台，来，来，大家一起上舞台，好，大家一起上舞台哈，会唱的一起唱哈，好，好的，好，请大家站，好，祝新年也到了哦，我们今年的新年呢，也为大家带来一首作品，你俩就是好，The blue tree wants a dream to tell。来，那 Lisa 你放一次啊。好，我们所有的学生呢，为大家唱一个恭喜 Congratulation Chinese New Year。I think you should see our program. This is a red Chinese New Year. Nearby Chinese New Year is a calendar. Is a February 5 or 3rd is Chinese New Year. If you live in China, it's a lot of beautiful red. So this year we all red.Okay, so, hope everybody like it. 我们中国新年呢也到了，所以我们为大家带来两首我们的作品哈，就是我们的恭喜恭喜，以及我们的圣诞的一首曲子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合唱哦哈，会唱的一起唱哦哈。好。好，证书时间，我们颁发第一个证书。我
好，来，爱丽丝、云琴小朋友，我们给他掌声。好，先到这里来。好，这是 Steinway 的证书哦，哈，恭喜你到我们 Steinway 来哈。好，恭喜恭喜，好，恭喜恭喜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位小朋友，好，来接下去哈，请下去哈，来 Nina， 来。妮娜是第三年拿到我们证书的哈，感谢哈，来妮娜拿到证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在下一位，我们是 Olivia Chen， 好，来 Olivia 的证书。Olivia 长大了，有没有发现哈？好，接下来颁发证书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位的得奖者是。Lisa， 得奖的是 Lisa。Lisa 是第二年拿到证书了哈，我们 Lisa 是第二年哈，感恩，非常感恩。你看他这一下，笑就笑，笑开心一点。啊，来不能大大笑没关系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颁发的下一个证书是我们的小林。小林，小林也是第二届拿到我们的证书了哈，好，恭喜恭喜，好，接下来我们颁发的证书是给我们的凯豪，凯豪，凯豪，他已经先回去了，好，接下去，但是给 Maple， 好 ，Maple 也有证书啊。妈妈有来上课了，是这个证书。好，感谢哈。好，好，谢谢所有小朋友都一起上来，把所有拿出来的证书，大家一起来上台来，来拍一张合照。你先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